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上个礼拜讲的，好，我们一开始呢，好，一开始呢要把我们的 path 把它载进来，对不对？所以要一个 library， 我们刚刚只是把它什么，把它放到图书馆里面去，我们想把图书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用，所以要有一个 library， 好 ，path， 然后再来呢，要设定我们的资料夹，对不对？好，设定到哪里？到桌面上那个资料夹，等一下这个也给你们自己做哦，好不好？好，然后记得哪个地方要改。这个地方要改，对不对？好，斜线的方向要改变哦。好，再来呢，再来我们把我们的资料读进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 d1scode.csv 把它读进来哦。好，读进来了之后呢，我们上个礼拜教了一些一参的，对不对？那我们这礼拜要教二参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哦。来，首先跑一参最简单的，一参就直接把我的资料 d1 丢到 10 里面去，好，它就会帮我把 model 跑出来了。这个 model 一跑出来，我们的试题难度就有了。好，那试题的难度在哪里？在我们的 model 里面的 item 里面的 c.cat1。好，这是我们的试题难度，可以吗？好，所以我就把它存到什么地方？把这个试题难度存到 item difficulty。我这边写 EPL，EPL 就是一参的。好，那我这个存进来之后，为什么下面再写一行？要把它秀出来，对不对？如果我只有存到这里的话，是代表把它存成这个变数，存成这个变数，它只会放在你的记忆体里面，它不会秀出来给你看哦。那你要再打了这一行，它才会帮你秀出来。好，那如果我需要学生的能力要怎么办？我就要用 10， 好 ，maximum， 这是 MML， 好，margin maximum likelihood 的意思，好。然后 WL1， 然后再把我们的 model 丢进来，好， model 丢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学生的能力算出来。好，那学生的能力，你还记得我们这一行是要干什么？是要把学生的能力给它存到 Excel 档，对不对？因为存出去我们才有办法抠那个资料出来嘛，哈。然后最后呢，学生能力里面最重要的那一行是我们的 theta 值，学生的 theta。所以我把我学生的 theta 存出来叫 ability1pl， 对不对？那你如果要把它秀出来，是要再打一次 ability， 可以吗？但是呢，如果我只打一个 ability， 会把800多个人秀出来，有没有？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最大的 print， 有没有？或一个 maximum print， 它只会秀700多个人，就不会秀了，对不对？好，所以你只要秀前面6个人，就加一个什么 head， 对不对？然后这里是要干嘛？把我的图画出来，可以吗？好，图画完了之后，我要去看我的图跟我的 model fit， 所以我这里要一个 10， 好 ，mml.fit=1， 对不对？看我的 model fit， 可以接受吗？好，然后最后呢？最后再看什么？最后我们再用一个 Windows， 要画一张新的图，对不对？我上次那个格子太小了。所以 Windows 是要什么？再开一个图来画图，可以吗？然后这边有一个叫 Layout， 分成两个，对不对？好，你们上个礼拜对这个很有兴趣，有没有？然后上面是什么？第一张图，下面是第二张图，可以吗？然后呢，我告诉你说呢，我在画什么？在画这个长条图的时候，在画这个直方图的时候，我总共要有20个 bin， 好，20个 bins 就是20根的意思。好，那我再去把什么能力值的直方图画出来，还有 item difficulty 的直方图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就可以比较，这个就是什么 item 跟 person map， 对不对？忘光了吗？好，忘光了，我乱一次哈。所以你要乱的时候，你要如果全部都要乱，你要做什么动作？选起来按乱，对不对？就让它 run 一下，有没有？你就会出现这个曲线，对不对？然后曲线完之后，它帮你跳一个出来哦，有没有？这个就是学生的能力，这个就是试题的难度。这告诉你什么？学生能力落在这边的人，答对这些试题啊、哦，这些试题它的什么？它的几率是 0.5， 可以吗？好、哦，就可以有一个 i， 这个就是 person， 这是 item， 所以会有 item person map， 这样可以接受吗？只差在他没有告诉你说这是哪几题，哦，差一点点，他没有告诉你这是哪几题，这样可以，行吗？好。
好，忘了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我们二餐会再全部一模一样再做一次，可以吗？好，只是换成二餐的。好，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二餐的，所以一开始来你们一样，好，这个部分留给你们做，我们一样要把资料读进来，所以这个部分交给你们，好不好？我现在框起来这两个地方，好，你把它踢进去，好，首先你要把你的资料夹设进来，然后要把你的资料读进来，好，我们资料读进来一样叫 D1， 好，好吧，这两行是一样的，好，先让你们做一下。请问是接着打吗？你可以接着，你如果上面已经有漏的进来，就不用接着打。你如果上面没有的话，你要打这两行哦。你如果上面已经有漏的话，就不用了。你可以开一个新的，你开一个新的，上面就没有，就要再重新打。你如果用旧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另存新档。我们现在旧的上面都是 R 开头的，有看到吗？可以存。好了，不然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好不好？好，那我们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好了，我再开一个新的，来看一下 file new file script 对不对？开一个新的，有没有看到 on 开头的对不对？好，那我一样是这几行哦，把这个地方扣起来，你按下去的时候我已经跳过来了，好，然后过来这边右键贴上，这样可以吗？好，至少要先有这三行，好不好？然后呢，你按下存档的时候，它会叫你存这个，你不用理它，你可以用 ASCII code 什么都可以啦，所以你就直接按下 OK 就好了。然后 OK， 我给一个新的档名，上个礼拜是10月20号，这个礼拜是27号，好吧，我就按存档，好，来，至少先有这三行，这样。行开头那里。你可以再开一个新的，没有东西，这个不要你上，你可以 new 打 screen， 把它贴过来，把上次的贴过来，把上次的，只要贴前面那三行是吗？好，贴那三行，你存另外的档，存档的时候呢，尽量前面不要用数字开头，随便你要什么都可以，但是前面不要数字开头。你们 MATLAB 教到函数了吗？还没。好，我这三行都好了吗？好了，可以乱吗？有人有乱过这三行吗？会不会看到什么？来，我这边看一下哦。来，首先呢，你会看到你的右边，你的右边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呢，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有这些东西？明明只有一个 D1 呢？因为我刚刚已经全部跑过一遍了，有没有？所以右边有这么多东西，你的记忆体里面有这么多变数咯。那我要怎么把这些变数全部清掉？来看这里，我教一个指令哈、哦。你要怎么把这些变数全部清掉？如果你在 MATLAB 里面，就打 clear， 还记得吗？就可以把右边的全部清掉，对不对？把记忆体的变数全部清掉。那我们这边哪里有 clear？
上面有没有？你打 clear 没有用哦，好、哦。所以那个 clear 这个 clear 跟 MATLAB clear 的功能是一样的哦。所以按 ESC， 我按下这个 clear， 他问你是不是要全部清掉？是，图鉴，可以吗？那这个图呢？你有没有看到？这图有看到 clear all？ MATLAB 里面有个 clear all， 它的 clear all 就是啊，它是 close all， 它把所有图都关掉，一样的道理哈、哦。你如果按下 clear all， 它就会把你所有的图都清掉，可以吗？那、啊、这里呢？这里有一个叫 console window， console window 就是 MATLAB 里面的 command window， 一模一样的意思哈、哦。啊，那这边怎么清掉这个画面？你如果在 MATLAB 里面要打什么？哎 ，CLC 对不对？把它清掉。在这里不是，在这里你在这边点一下，按 Ctrl 加 L 就可以把它全部清掉。好，所以你是用 Ctrl 加 L 把它清掉啊。Ctrl 加 L， 好，把它清掉。啊，你不要在这里打 Ctrl 加 L， 这没有用，好不好？你不要在这里打，可以吗？在这里打没有用哦。你是要按按键上面的 Ctrl， 按 L， 这样才会清掉，哦，可以吗？我在那个 Google 的那个 Classroom 里面呢，我有贴那个常用指令，你们可以看看。但我没有每一个我都试过，我只是在网络上找到那个常用指令表很重要。很好用，就把它贴过来给你看。那最重要的只有两个，哦，就是我写的两个，一个是我弄到一半，如果它一直不会停怎么办？哦，那你就按 ESC 把它停掉。哦，啊，另外一个就是 Ctrl 加 L 把画面清掉，好吗？哦，这个没有办法，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搞混哦。那个程式员写多了，我会自己都会搞混掉。好，那你看。好，现在呢，我把这三行写完了之后，我把这三行选起来，按一下 run 完之后，这边就只会出现 D1， 对不对？好，那你的左下角就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我执行的这三行，可以吗？好，那这个 D1 就是那个作答反应，好，10110。好，那我们现在要用二餐，好，所以我把它写下来。我没有带自己的麦克风，很麻烦哦。喂 ，Hello， 要写的才有声音。Hello， 不用，不用，我是在玩自己玩一下，我用一指神功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要二餐，所以我这边打一个二 PL。可能要等我一下，我用一指神功，好不好？然后呢，这时候 model 呢，我们是第二个，喂，快没电了，是吗？应该是哦。好，来，我们来 M2 第二个 model， 我们刚刚是用 M1 还是 M1 对不对？好，二餐的我们用 M2， 那 M2 这里呢，我一样打一个 temp， 好，打完 temp 之后，我打一个点，然后按 temp 键。哦，他会告诉你 ，temp 里面有很多东西哦。好，这里面呢，我们一样用 MML， 好不好？好，用 margin 的 maximum likelihood， 然后呢，这个是一餐的，这个是二餐的，那三餐怎么办？就三 PL， 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好，好，那我选二 PL， 二 PL 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我的 D1 丢进来。好，丢进来之后呢，我就按下 run， 哎，他就帮我跑了，很快吗？对不对？跑完了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 M2 这个 model， 很简单，对不对？他就帮你乱玩哦。好，这时候来存档，来试一下看看。好，就这么简单的一行，记得要乱看哦。
较好。喂喂喂，楼比较好。喂喂，更惨。没关系的，重心来看一下，不用不用，可以啊。因为等一下下课我就拿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放在车上。我们撑一下就好，下课了。我想让你们看到，想让你们看到试题难度，我们再休息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把 N2 跑出来，有没有人 N2 跑不出来的？ N2 N2 跑出来，你的右边会出现一个 N2， 有看到吗？如果你有跑出来，你的右边这里应该会多一个 M2， 有看到吗？有没有人没看到的？有没有人没跑出来的？好，那你如果都跑出来了之后呢，跟上个礼拜的一样哦。好，来，我们想要知道它的 item difficulty， 来，你可以用哪一个指令呢？你可以看一下你 M2 这一个 M2 里面，好，你按前置号 tap， 对不对？这边就出现 item 有没有？好，你按一下 item 乱乱看，哦，它就会帮你跑出什么？他就会告诉你啊，这是第一个 item， 第二个 item， 第三个 item 到第十五个 item， 这个 item 总共有876个人考，876个人考，对不对？好，试题的难度在哪里呢？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B， 这里有一个 A， 对不对？ A 就是我们的试题难度，可以吗？ B 就是我们的鉴别度，可以吗？所以你只要打 M2前置号 item 就可以跑出来了。好，好，那如果我只要难度勒，那你就打 M2， 等一下哦， M2 前置号 tab 键选了 item 之后再打一次前置号，对不对？再按一个 tab 键选哪一个 A， 好 X， 好 A 和 C， 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度，可以吗？好，那你如果要的是鉴别度，就是 M2， 对不对？然后前置号 tab 键 item， 然后再前置号再 tab 键里面的什么 B 这个，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个名字，哦，好，然后再按 Enter， 这样可以吗？好，来，你们试一下，然后我去拿一下我的麦克风，哦，你可以看一下你上礼拜的档案。如果我现在希望把我的试题的难度存到一个变数，哦，叫做 Item Difficulty 2PL， 我想要把我的鉴别度存到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变数叫做 Item Discrimination，哦，2PL， 那你应该怎么做？你还记得上礼拜跑一餐的时候这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一，对不对？大家都是一，但是这里不一样哦，这里有的是 1.9， 哎，有的只有 0.8， 对不对？好，好，可以试一下。好，那我刚刚讲，我现在要把 item difficulty 存起来，对不对？好，那怎么存起来呢？好，首先第一个呢，我要写 item difficulty， 对不对？好，然后这是 2PL 的，好，你用大写小写都可以，好，用大写 2PL 的。那这个东西要存什么呢？要存的是 N2 前置号里面的什么 item 前置号里面的 A， 对不对？好，这个 A 和 C 可以吗？好，但是呢，如果我现在只乱了这一行，跟刚刚讲的一样，我乱完之后，我这边会多出一个什么？这边会多出一个 item difficulty 2PL， 对不对？但是下面会不会秀出来？不会。那你要怎么让它秀出来？或者我再 Ctrl-L 把它清掉，再看一次哦。如果我只有乱这一行，它下面不会秀出任何东西，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你 MATLAB 里面不是如果加了一个分号就不会秀出来吗？交到这里吗？有，没有，有。可是不知道怎么用啊。好，你们不同，你们不同班台。好，分号是打矩阵的换行，对不对？好好，那如果要秀出来怎么办？就打 item difficulty， 对不对？好 ，2PL， 你看哦，我刚不是打 item 按 tab 键嘛，对不对？它就会帮我跑出来，可以吗？好，这时候再按 run。好，那你 run 一定要按这里吗？有时候很懒惰，你看哦。它可以按什么 ？Ctrl 加 Enter 可以吗？或者是 Ctrl 加 R 都可以，好吧？哦，随便你要哪一个都可以，哦，例如 Ctrl 加 R， 你看它有帮你 run 有没有？好，哦，如果我放在这里 ，Ctrl 加 Enter 它也帮你 run 可以吗？哦，你看它下面秀两次，对不对？一次 Ctrl 加 R 出来的，一次 Ctrl 加 Enter 出来的，哦，好，这是 item difficulty， 那 item discrimination 呢，哦，它的鉴别度呢，哦，discrimination， 哦， discrimination， 哦，我打 discr 就好，好不好，哦，这怎么办呢？就是打 n2 前置号 item， 对不对？前置号，这时候要选哪一个 v 可以吗？好，那你看这时候按 Ctrl 加 Enter 哦，来仔细看右边哦，会不会字太小？还可以哦。好，右边现在只有 Item Difficulty 2PL 对不对？啊，这里再加一个 2PL 好不好？所以我不用这么长 ，DISC 就好了 2PL。好，好，这时候如果我按下 Run Ctrl 加 R，Run 了之后这里多了一个 Item Discrimination 2PL 对不对？但是下面有没有？没有哦，不然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Ctrl 加有清掉，在这里按 Ctrl 加 Enter， 它只有 run 而已哦，对不对？下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要再打一次什么 ？Item， 按 Tab 键，它告诉你这两个，对不对？你要选哪一个？有没有？好，我要选的 Tab 键，我要选这个，然后这时候再按下 Ctrl 加 Enter， 它就帮你把它的鉴别度都跑出来了，这样可以吗？好，来试一下哈。多按几次，多操作一下就会熟悉了，随便你要怎么操作都可以，它不会坏掉。坏掉了之后怎么办？如果不小心真的把它坏掉了，都跑不出来了，那怎么办？电脑当掉了，就把那一颗大哥按久一点，它就关了。关掉再重开。
电脑接小朋友玩这一方面，我一看见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很我就会拿电动去敲门，就是敲门。对，你如果在保护以内啊，假设你买那台电脑，如果它保护之内，你可以在保护以内拿去跟他讲，他会帮你换一个免费全新的键盘在上面。但是如果超过保护了，就要自己花钱，他就要看你那个货。现在已经开始做写你们的研究了嘛？那你写你的研究，如果你的研究需要做到这个分析，就可以拿来用。我们这礼拜教的跟上礼拜教的差不多了，那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画图，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呢？你现在真的是要拿回去写报告用，那你这样秀出来对你写报告没有帮助啊，不是吧？快点跟三千块进阶哦，我等，我不会讲你死在那里，我还没有死。等我来一边跟你讲，下面看不到，下面看不到，没有中间那个，哦，中间那个，哦，好，再讲一次哦，我们呢，这个是我秀出来给我们看的、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你自己要用，你要贴到 Word 里面去啊，对不对？你要贴到 Word 里面去，你不是贴这个嘛，对不对？你这个怎么贴？来，这个怎么贴到 Word？ 选起来，好，我打开 Word 好了，我打 Word， 对不对？然后打了 Word 之后，开一个新的，好，我放旁边，把这个取消。好，你把这堆东西贴到 Word 里面来，选起来 copy， 贴到里面来，贴过来是长这样的，很难用，对不对？对。好，那很难用呢，这样子实在是很难用。那你如果贴到 Excel， 你想要贴到 Excel， 那你应该怎么办？其实最简单应该是把这个 item 这个东西存出去，还记得吗？所以上个礼拜我教你怎么写出去，对不对？是打一个 write 点 CSV， 对不对？然后我要把谁写出去？我要把 N2 里面的 item 把它写出去，可以吗？然后写到一个 file 里面去，对不对？这 file 给它一个名称，叫做irt2pl.csv， 这样可以吗？好，这时候我再 run 这一行， run 完了之后，我回到我的资料夹里面来看，我的资料夹在桌面上的 irt。里面就会有一个 2PL， 对不对？点两下，点两下完了之后，哎，这边就有我们的 difficulty， 对不对？跟 discrimination， 可以吗？好、哦，就是用这种方法扣出去的哦。包括我们的 fit 也是一样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fit， 对不对？ fit 里面的 MMSQ 也是这样扣出去的哦。好，那你扣出去，你如果要小数点两位，哦，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什么储存格格式，对不对？好，把它用成两位，这个你应该会嘛，哈、哦嗯，那你如果要把这个贴到 Word 里面去，好、哦，你可以贴过来，好、哦，你可以在 Word 里面贴过来，它就会是一个什么表格，对不对？可以吗？哦，所以你如果要贴到 Word 里面的表格也可以，这样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哦。好，那好，你们先试试看，好、哦，我再试一个功能。
他没那么聪明，他不会跳过。好，来，你试一下这个功能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试题的难度找出来了。好，试题的难度跟间谍度找出来了。再来，接下来要找什么？叫我们上个礼拜做的，我们找到试题的难度跟它的间谍度，找到试题的参数，再来就要找学生的能力，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去看一下学生的能力在哪里。好，不是有一个公式跑出来，你知道吗？no 空的呢？空的表示你没有，哦，本来就没有啊。N2 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来，你先把它杀掉 ，delete， 然后 tab 键，要 item 里面才会有。哦。哎，这个哈。哎，对 ，item。再按前置哈。再按前置。可以吗？啊，你如果已经做完，同学你试试看。哦，你试试看能力怎么办？还有出不来的吗？可以吗？ OK 吗？好，这里如果出来的，你再看一下上礼拜教的。上个礼拜教的下一行应该是估你的学生的能力，对不对？
好，那你看一下我们这礼拜学生的能力应该怎么写。那你想想看，二参估出来的试题难度跟试题的试题的难度跟原来一参的估出来会一样吗？会一样吗？哦，不一样吗？对，作业之一，会一样吗？就是要你去比较一下二参跟一参跑出来的数据，它试题难度会一样吗？跟三参跑出来的试题难度会一样吗？先比难度就好了，但是资料集是另外一个资料集。对，我等一下告诉你资料集在哪里，作业的资料集在哪里。好，那我们再看下一行哦，来，来，再来，我要看学生的能力，来，我们来看一下学生的能力用哪一行跑，对不对？来，学生的能力用什么？用这个，对不对？用 WLE 的这个有没有？那你是把 model 你在一参的时候就是把 M1 放进来，对不对？那我们就放 M2 进来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回来，这里学生的能力我们先让他跑出来看看，应该是用 10， 哇糟糕，按到快速键，应该是用 10 点 tape 键，这里好多个，对不对？它是 WLE 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WLE 的有哪里，这个MNLWLE， 哎，怎么不见了？然后在这里，对不对 ？MNLWLE 一样嘛，对不对？然后我只是改成什么 M2 可以吗？好，出来之后呢，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本来叫什么？同意一下，叫 WLE EPL， 对不对？现在是2PL， 所以要 WLE 2PL 可以吗？好，好，这时候我再 run。这时候我的学生的能力就估出来，对不对？他帮我估出来一个 WLE2PL， 有没有？好，这里里面有876个观察值，有7个变数，对不对？但是我都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帮我把它存到这个变数里面。那我想要看前面7个怎么办？前面6个，对不起，要用 head 来 Ctrl L head， 然后 WLE， 对不对？2PL， 哦，我打错字了 ，head， 对不对？好，你看他就帮我看出前面六个人的他的 item 15题，他的分数是 19.4 21，有没有 person scores， 对不对？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 theta， 哦，你的 theta 值，可以接受吗？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西塔值，好、哦，好，可以吗？来，所以我们要把西塔值存出来，所以就是 ability， 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写的吗 ？2PL， 它是什么？它是 WLE2PL 里面的西塔值，对不对？好，这时候我再run这一行，run完之后，来，你也可以在这里哦。有的变数它可以点两下，哦，它会跑出来，像这个 data 的，你可以点两下，它会跑出来，有没有？哦，所以有的变数是可以点两下跑出来的，好、哦，好，把它关掉。来，这时候我可以用什么 head， 对不对？然后看一下 ability， 然后 2PL， 就可以帮我把前六个人的能力秀出来。我也可以打 ability 2PL。把876个能力都秀出来。那如果我要把它存到 Excel 里面去嘞，那我就要打 write.csv，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给它一个档名，对不对？档名打下面的话，就是以后就不会，你要用的时候。打下面只能用一次，打上面你可以再回来多按几次，这样可以吗？哦，打下面只能用一次哈、哦。好，那这个地方我要存什么？我要存
ability， 好 ability to PL 对不对？然后给它一个叫 file 哦，新的档名，这叫做什么 ability to PL 点 CSV。 好，按下 enter， 你看我run了这一行对不对？run完了之后呢，我再回到哪里，再回到里面就有一个 ability to PL， 你就会把能力存出来了，可以吗？哦，我们最重要是要把学生的能力跟试题的参数找出来，要存到外面来，这样可以接受吗？哦，你看你876个人就存出来了，好不好？好，来，我们澄清一个观念哦，你看哦，刚刚大家一直问的 Ctrl 加 L， 如果在下面写这一行按 Enter，它已经打开了，所以不能存。好，我把它关掉。好，再一次哦，我直接打这一行，然后按 Enter， 按完之后它就帮我跑完了，对不对？就存档了，可以吗？好，好，如果我写在上面，当我下次打开的时候，我这个 Console Window 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你就不能够再用那一行了，可以吗？但是如果我把它写在上面，你看哦，我现在把它写在上面，写在这里，我打 write 点 csv， 然后里面的什么，我刚才是把 ability 对不对 to pl 把它存到 file 里面的 ability to pl 点 csv 对不对？我刚存到这里。好，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按下这一个 run， 你仔细看下面这里哦，现在看这里哦，你仔细看这个 console window， 当我按下 run 的时候， console window 有没有写一行？就等于是把它，你刚刚我在下面打的动作做一次，对不对？好，现在我想要做再重做一次，可不可以？可以哦，你看我在点这里，在 run， 它就在做什么？再做一次，所以它就不会不见，就这样而已。好，这是写在 script 跟写在 console window 不一样的地方。好，我写在上面以后可以重复使用，也就是说，其实我上面写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写在 console window 里面就可以了。哎，只是你以后你要用的时候，就不能再重复使用，你写在上面也还可以存档，以后再叫出来再重用，这样。好，好，来试一下这几行哦。所以我把它的能力值弄出来了，好、哦，可以。所以你们回去呢，要比试题的参数，对不对？试题的参数一参跟二参鉴别度有什么好比的？好像没什么吧，一餐的话都是什么一，对不对？二餐的话鉴别度就会换，有没有？刚不是有0.8有1.9，对不对？有的鉴别度高，有的鉴别度低哦。那你的能力值呢，会不会不一样？一餐二餐估出来的能力值会不会不一样？好，你想一下，比较一下。学生的能力跟他相关的有很多哦，你看哦，你直接点那个 WLE， 你把 WLE 就第二边，你会看到它里面是跟学生能力相关的，还有包括它的 person score 啊，对不对？还有包括它的什么，它的 personal score 啊，还有其他，还有它的 L， 不是过了呀。所以他确实。
因为你小那行做才有 WLE 下面那行才可以用 WLE 那个机台。我自己做的吗？还可以用别的机台，对对对。对。不一定啊，它里面还有包括古典的能力什么能力都有，对不对？它只要跟能力相关的一些资讯都会在里面，包括你的能力的信赖，都可以。好，再来，再来一样要画图，对不对？画图最简单的，对不对？哦，大家也最喜欢画图了哈、哦。我先存档。好，画图只要打 plot M2 就可以画喽。哦，好，这时候按 Ctrl 加 R， 你看它就帮你画出来，对不对？来，我把这个地方拉大一点。哦，好难拉。它是就帮你把图画出来的，对不对？好，那图画出来，这就是我们第一题。好、哦，你看第一题，它这里呢比较什么？比较没有 match， 对不对？哦，但是也不错了。好，这是第十五题，对不起，十五、十四，你看十四这一题有没有就很 match， 对不对？十三，哎，这一题也蛮 match 的喽。再来十二、十一。有没有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对不对？好，那现在比较不好的，刚才看一下，一个是四，对不对？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十五吧，四、十二，对不对？十五。大概就这几题吧，但十五也不错了啦，也不差了。好、哦，好，所以我们再记一下，刚才看到多少？四跟十二，对不对？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四跟十二的值。好、哦，来，我们让你先画一下图，怎么画图呢？只要很简单，只要打 plot and two 就可以画图了。好、哦。上礼拜一样跳出一个东西出来吗？原本的是要分走。
所以你所谓的重考是全部返来，全部返来。为什么大小写不一样？请问什么叫大写，什么叫小写？写出这样子吗？这边 write 就是写出。但是他写出是在资料夹里面，对不对？可以吗？好，都可以。你还知道怎么看 fit 吗？你的图没有出来吗？没有，这是上礼拜的吗？还是你的图也没出来吗？没有出来呢。有多少人图不会出来？关掉的空开就有了。好，那你要怎么知道你的图 fit 不 fit？ 要看什么值？好，休息一下，好，你顺便想一下，这样。好，那我们画完了之后，我们要再做 fit， 对不对？你还记得 fit 怎么做吗？好，你如果忘了，你回去都可以看哦。其实这两个例子长得很像，对不对？好 ，fit 在哪里？在 MML fit， 我们现在都是用 margin maximum likelihood 哦，所以你要看一下哈。所以我们一样打 10 点 NNL 点 fit， 对不对？好，这边有一个 fit 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要看谁的 fit N2 对不对？好，所以一样按 Ctrl 加 Enter， 它就帮你把表写出来了，对不对？好，你一样可以把它什么，把它写出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 right 点 CSV， 好，我们把 fit 这个值把它写到一个 file， 好，这个 file 叫做fit 好了，好 fit to pl 点 csv， 好，把它写出去，好 ，Ctrl 加 Enter， 它就写出去了。好，写出去了之后，在你的资料夹里面就会多一个 fit to pl， 好，所以今天已经教你很多了，对不对？好，很多写出去的哦。来，这个是 unweighted 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过，我们通常一般是看什么？
weighted 的、哦、所以是看 infit。 那 infit 如果你以披萨的话，它是介在多少 0.8 到 1.2 之间，对不对？你会发现这次跑出来的都很 fit， 有没有？对不对？比上次好很多，有没有？非常的 fit， 对不对？就算前面的我们刚才不是看到 第几个不好，第四个，对不对？它还是有 0.993 哦，哦，只是它是里面比较什么差一点的，大概就是这两个，对不对？993 99还有98的，哎，第七，对不对？还有有没有太高的？好像都还好，对不对？刚才看12它也没有特别高啊，所以其实都还好嘛，对不对？好、哦，所以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用 2PL 做出来的效果就不错了，可以吗？好，好，那我们再特地观察一下那个图，从第一题开始哦。好，哎，真的有中哎，好，来第一个呢，这一题呢很接近零，对不对？能力低的几乎不会答对，对不对？好，第二个呢，哎，能力低的几乎不会答对，对不对？第三个呢，不太对哦。能力到负三的，它还有可能会怎样？答对，对不对？所以这一题就有可能会有什么猜测，有没有？好、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题目叫出来看一下，哦，把题目叫出来看一下。我把我的信都给别人看，可能。好 ，TEN 里面的 Rush Model， 我们把它的 Test Paper 叫出来看一下，好、哦，下载。一分钟内会开启。好，两分钟，一分钟。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再回来看图，那等它下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要看一下，对不对？好，在第四题还可以，对不对？很接近零。好，第五题也很接近零。好，第六题也很接近零。好，第七题也很接近零。第八题也很接近零。第九题也很接近零，第十题也很接近零，对不对？哦，十一题要看一下，对不对？好、哦，刚才是第几题？三跟十一吗？好、哦，三跟十一，好、哦，再来，哎，十五，好，三跟十一，十五，我们把它看一下哈、哦。好，来你们试试看，好、哦，你们先 key， 等一下再看哈、哦，记得要看哪几题？三、十一。所以其实你用二餐，以这个资料集而言，你用二餐已经很 fit 了、哦、给这个资料集的作者说，这个资料集它有真实度，所以它很好。虽然它只是一个真实的资料集、哦、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 half weight 的更危险。好，来看一下这里哦，他应该已经跑出来了吧？好，打开了。我们刚刚说第三题是不是？来，第三题一、二、三哦，第三题是选择题，对不对？所以他可能用猜的，对不对？还有哪一题？选择题有没有可能他很接近零，能力低的很接近零？有没有可能？有啊，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把那个能力看起来不是很接近零的把它找出来哦。还有哪一题？十二吗？
十二题，十一哦，也是选择题，对不对？好、哦，还有哪一题？十五，也是选择题，对不对？好、哦，所以像这样的题型，哈、哦，选择题就可能会遇到猜测，所以等一下我会教你三餐的。那三餐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把选择题的题目拿出来，叫它跑三个参数就好了。非选择题的部分我们就不用，哦，等一下跑给你看，哈、哦，好，来。你们继续哈，把这一段跑出来哈。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好，那一样会画图吗？会不会画图？刚刚我们讲的 item person name， 对不对？越靠近一越好，好，越靠近一越好。不是，你要看，你要三的话，你看那个图，那个图跟你讲，那个图它是用六个间距去切割，如果它先用四个间距切割，那就不一样。用四个间距切割又不一样，用八个又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看那个数值。对，那个比较高一点啊，像这一题第三题比较高一点，没有很接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下它为什么没有很接近。哦，是最后的这个。那个 infit 的只要越靠近一越好，好越靠近一越 fit。然后小于一叫 under fit， 大于一叫 over fit。越靠近一越 fit， 好。然后呢，大于一的呢叫 over fit， 然后小于一的叫 under fit， 就在一下面嘛，一下面叫 under 嘛，对不对？它超过一叫 over 嘛，对不对？它只是它跟图上有没有差别？你还记得吗？我上个礼拜有讲过，看后半段，好，比较差的那一半段，蓝色在下面叫 under fit， 好，蓝色在上面叫 over fit。还哪些？你的试题要在哪一个范围比较好？披萨告诉你0.8到1.2，对不对？好，你作者有讲了哈，对 ，over， 对，作者有讲哪一个范围比较好？大于是 over， 没有不定，作者其实都讲了，好不好？哦，所以你如果他都讲了，如果你要别的，要用0.7到1.3，还可以知道，对，出来。好，找篇文章借0.7到1.3的。over 是大于 over 过了，哎，过了的。那已经是 over 了。你要看后半段，后半段如果是 over 的话，蓝色线会在上面 ；under 的话，蓝色线会在下面。很难记，对不对？那对，很难的。相反吗？对啊，算吗？相反吗？怎么可能？我看一下。就被你讲相反，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啊。蓝色在下是 under fit 啊，蓝色在上是 over fit。看后半段哦，看后半段。蓝色在下是 under fit， 蓝色在上是 over fit， 我
上礼拜不是这样讲吗？是啊。不是哦。是啊。是，哎，对。小于一是 under feet。小于一是 under feet。小于一是 under feet。哎，大于一是 over feet。哎，上礼拜这个讲错了是不是？哦。越靠近一越好，好。被你讲，我自己也搞混了，欸、我自己也混掉了。等一下，我确定一下 ，Figure Two。哎，更正一下，我上礼拜是讲对的，对不起，我上礼拜是讲对的。哎，大于一是 under feet， 小于一是 over feet。哎，那蓝现在黑线下方。对，那个是对的。哎，那个、哎对，上礼拜讲的是对的。大于一是蓝上黑下。哎，大于一是蓝上黑下。哎，大于一是 under feet。哎，然后是蓝色，蓝现在黑下。哎，蓝色在下面。蓝上黑下。嗯。自己真的也搞混了，哎。然后小一的是 over feet， 哎，蓝线在上，嗯，蓝色蓝线在上，蓝线在下，啊，真难记。好了。对，就是你小一的，小一的鉴别度会比较高，对不对？你像这个小一来，我们来看一题哦，来看一下这里，哪一个小一？像十二，对不对？或者我小多一点的十一，好不好？好，哎，这里有一个更小的，这里有一个九九零，对不对？七好了。看七，哦，七八九十十一，看十好了哈，十这一题比较明显哈，看一下十，十这一条呢，你有没有看到？你有看到这个是什么？蓝色在上，对不对？所以它 over feet 的，对不对？ over feet， 那你看这个黑色的这一个。欸、我现在用绿色的。蓝色在上不是 under 吗？蓝色在上是 over。被你们弄一弄都快搞混了。对嘛？对嘛？对不对？来，你看绿色的这一条有没有比蓝色的陡？你看。蓝色那一条在黑色上面叫 over， 蓝色那一条在黑色下面叫 under。好，来，你看这条绿色的，来，重点是看这条绿色的，来看一下。这条绿色的，我现在把它连起来哦。这条是比蓝色的陡，所以代表它的鉴别度比你真实的鉴别度比你 model 出来还来得更好，有没有？好，更好，那它这个值呢就会小于一，可以吗？它 weighted 的 feet 的值就会小于一、哦、那它既然会小于一，所以呢小于一的题目呢，我们通常都会把它留着，可以吗？哦、因为它鉴别度更高、哦、所以通常会保留。但是如果大于 1.2 的、哦、大于 1.2 的通常那个都很平，我们跑单餐比较会有啦，跑这里比较不会有。
哪一个比较大？像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什么？你看这个，等一下哦，这个蓝色在下，这是什么 ？Under， 对不对？所以这是 under feet， 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值大于一了，好，大于一了，它大于一的话，你看它会怎样？它会比较平，对不对？如果它这个地方又再下来，对不起哈、哦，如果它这里已经高出去了，对不对？如果它到这个地方又下来，那是更平，更平的话，这个值就会开始远大于一了，这样可以吗？好、哦，像我们在一餐的时候，很明显会有这种出现嘛，对不对？那我们在二餐比较不会，为什么二餐比较不会？因为二餐这个曲线的弯曲度是可以调整的，可以吗？一餐不是大家都固定长一样吗？对，来，如果不相信，不相信我们浪费一点时间来看一下，我们回去看一餐好不好？我现在把一餐弄一遍哦。好，来，这是一餐的图哦。你看，刚才同样是十五题，对不对？同样是十五题，但是你看你在一餐，你在一餐，你的这个曲线可不可以弯来弯去？它的曲率永远都是什么？曲率永远都是一，对不对？它固定了，它不能弯来弯去。所以你看它在 fit 这一条的时候，这边是高起来，这边是不是就低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它是什么 under fit 的，对不对？那它的值会远大于一，来看一下。看一下它的值，它 fit 的值 ，fit 的值在哪里 ？fit 的值在这里。我再乱一次这一条哈、哦。好，这一条有没有？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嗯。啊，刚刚我们因为那一条会弯来弯去，会变，对不对？像蛇一样会抖来抖去啊，它会抖来抖去，它抖到很 fit 它才停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它的 fit 值就会变更好，有没有？所以你用二餐的时候。这个应该是要你们回家去比的啦，回家就是希望你去看一下，你既然跑了一餐、二餐、三餐，那出来会有什么差别，对不对？来看一下 feet 的值，哎，我们刚刚 feet 的值在这里，最后一行，来 feet 的值，好，你看它是变多少？1.0，对不对？好。可以吗？好，好，来，那我们今天讲得完吗？可以啦，8:30讲得完啦，嘿，可以讲得完。请问一下，您刚刚说二餐那个蓝色的线会？来，我把图全部清掉，再看一次。来，我现在把图贴出来好不好？这是刚刚哦，我现在重来，我把图清掉，好，我们来比一下好不好？本来要给你作业的，我现在跑一餐，对不对？好，全部选起来跑一餐。现在这里都是一餐的哦。那图嘞，它挂掉了是不是？好，大家也会这样，对不对？好吧，那就要把它关掉再重开。等我一下，好不好？那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好，我再重乱一次哦，哈。哎，我电脑还不错嘛，没有乱很久，对不对？好，来，这是大家的图都出来了，我把第十五题拿出来看，好不好？好，我把一些本来。fit 不好的拿出来看，我拿两个出来看哈、哦，拿一个 under fit， 一个 over fit， 好吧？好、哦，这个是一餐的，好，那我们把 fit 再 run 一次，好，我挑两个，一个是挑 1.2， 最后一题好不好？那、啊、另外一个挑零点，这个好不好？0.82，这个是第几题？第九题，好、哦，所以我挑第九题跟第十五题。好，我现在把第十五题先贴出去。
这个是十五题的。然后呢，我先左边放一餐，右边放二餐，好吧？左边这里是一餐的，右边这里是二餐的。好，来，我们先把一餐的拿出来，一餐的，这个 copy 好，它就会跳出来，很漂亮，对不对？你还可以改这个大小，都可以自己调整哦，哈，不管好 copy。然后呢，到这里就是一餐的贴上，好，然后把高度换一下，这个细节你们自己改好不好？好，这个不会花太多时间。好，这是一餐的哦。好，来二餐的，我们还有哪一题要用？第九，好好，第九来看一下，九，这一题对不对？哦，这一题很明显是吧 ？Overfit 对不对？哎，在上面的哈，来 ，copy， 然后呢 ，copy 出来，贴上，对不对？然后刚刚是用多少五吗？好，好，上面这个呢是 Overfit 对不对 ？Underfit， 下面这个是 Overfit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二餐的结果，好。好，我把这个纸也贴过来好了，这个是 1.2， 哎，好了，我贴，直接从这里贴 1.28， 对不对？如果你写书或写报告，通常都要这样做，把这个纸也贴过来。另外一个是多少？这个吗？好，这个是我们一餐的结果、哦、那我们现在把它删掉，图也删掉，对不对？我变数也删掉，可以吗？然后我这个地方也都删光光，对不对？都删光了、哦、好，我现在跑二餐，好，全部选起来吧。好，这个是因为我 Excel 把它开着了，好，如果我把这个 Excel 关掉，它那一行就不会有问题。好，哇，又没有图了，这个是它的 bug， 我再把它关掉，重开一次吧。那个我没有救了，那个只有它的 bug。好，二餐的哦，对不对？全选，看到。好，刚才是十五题，对不对？好，这时候十五题把它抠出来 ，copy， 贴到这里。十五题，五，它已经没有那么 underfit 了，对不对？有没有？它本来比较 underfit， 有没有？本来比较严重，对不对？这个间距比较大，对不对？但是你看现在有没有比较贴在里面的，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条曲线的曲率，来，你看一下这一条蓝色这一条，这条曲率跟这一条的曲率，哪一条比较陡？这边比较陡啊，怎么看？看后面那边，不是看，主要是看中间这里，看斜坡啊，你看它的斜率，哎，你不觉得这个比较陡吗？哎，它这个比较什么，这个比较平坦，对不对？它会比较贴在那一条上面。好，好，这个就是因为它的曲率会变。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会不会有这个效果。哎，我把纸贴过来， fit 的纸贴过来，fit 的纸在，我再run一次哦，这个地方哈、哦、fit 的纸15是 1.00 的嘞，差多了，对不对？是不是很接近1的哈、哦、那如另外一个是第几？第9 789对不对？9哦，你看这一题这一题就很明显了哈、啊，你看这两个，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更陡，对不对？对。你看这个更陡，有没有？哦，它就接近黑色的，可以吗？也就是说，它会比原来这个再更陡起来，有没有？有。再更陡起来。
所以他会更懂。那他的 fit 呢？看一下，这是多少？第九。这样可以吗？哎，所以他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其实你不同的 model 跑出来的参数值会不一样，对不对？它的模型会差很多，对不对？我先帮你做一个讲，这样可以吗？我本来是想你们自己去做这样的比较，啊，如果有人贴这种图出来，分数就会高，哦，那有人数值或者有算距离给我看。分数就会高一点，啊，有可以算 RMSE 啊，或算什么啊？嘿，那啊，反正不管了，反正啊，或者有人能够画那个，你可以用你学过任何的方法来去做比较嘛，分数就会高。那，啊，你如果只是把它跑一跑啊，数据贴一贴，那就是基本分这样子。基本分是基本哦，我不会把你单调嘛，你不用担心，对不对？有没有啊？有人要拿奖学金啊？没有啊，拿毕业证书。不会太低啦，哎。是有个问题。嘿。刚才第十五题是一餐比较陡，那第九题是二餐比较陡，所以它的那个斜，那个鉴别度，那个陡不一样。来，你看一下。一餐二餐没有关系。哎，没有关系。来，我把它存出来。有人问了，我就存出来。现在这个是二餐的，对不对？二餐的我刚刚都已经存起来了，二餐的存在有一个 item 的呢， item 是 IRT2PL， 有没有？这是 item 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来，如果我现在回去重跑一餐的，我把这个清掉，好，这个也都清掉，对不对？好，清掉，我现在重跑一餐的哦，好，全部选起来 run。那我把一餐的数据存出去，要存哪一个？right 对不对？点 c， 点 csv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要存的是 m1 一餐里面的 item 对不对？好，我把它存出去，那存成 file 叫做 irt.etl.csv， 好 ，Enter。这时候我存出来了，一个是一餐的，这是一餐的哦，这个是二餐的，对不对？你看第十五题在这里，这个第十五题在这里，这个第十五题它的斜率是多少？一，对不对？这个第十五题它的斜率是多少？ 0.83， 可以吗？好，然后。因为你第十五题本来它的什么，回来看图，第十五题呢，它的什么，它的这个本来是比较平坦的，对不对？那你如果用一来估计是太陡了，对不对？所以我要把它平坦一点，可以吗？那就0.83了，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九题在这里本来是一，对不对？第九题估出来是 2.7， 有没有？很高，对不对？好，为什么？因为本来的一是什么？本来的一不够陡，对不对？一不够陡嘛，对不对？我把它变成 2.7， 有没有很陡？对吧？所以它鉴别度越高。是它是 fit 和实际值。哎，实际值，那个 fit 就是看它跟真实你收到这个资料，它 fit 的程度到哪里？所以才会叫 fit， 那可以啊，那个叫 MMSQ 哦。好，这个值叫 MMSQ 啦。好，习惯的原因是什么？喜欢的这些人，因为这样看起来一定是二餐会比较fit啊。一定是二餐比较，对，习
欢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呢，他们就喜欢用一餐，那、啊、反正有人用一餐 paper 还是会接受啊。嘿，对，那个数据都是一样的，像黑线糖分二三黑线黑线是一样的，黑线这两黑线是一样，会有一点差，你会发现它差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另外作业另外一它那个能力 你会发现它有点差对不对，但它差异不大，你会发现它会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能力估出来会不一样，因为你的视频参数不一样，你要记得能力怎么估吗，不是估完能力再估视频参数，估完视频参数再估能力嘛，对不对，那你的能力不一样，你视频参数不一样，你能力就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能力的弱点会有差对吧，它能力的弱点会有差，这个黑点怎么算出来的，你是把那个这一块能力的人有没有他的答对率算出来，这一块能力落在这一块的人答对率算出来，能力落在这一块的答对率算出来，啊因为你现在能力变，所以落在这一块的人会有一点差异对不对，好、哦、会有一点不一样，好，所以这也告诉你能力估出来会不一样，还有吗？你都把作业问完了，那不用写作业了，对不对？对呀。Rush Model 它很简单呐、啊，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用，而且它一餐一个参数，你需要估计你的样本数可以少一点。如果是两个参数，你的样本数要再多一点。哦，才会准。所以如果样本数少的话，也会喜欢用一餐。那我上次有讲，多跟少怎么界定？原则上大概150或300应该就很好。那你那个上次有讲三餐就不一定了，对不对？三餐就很明显的派别的区隔。哦，上次有一直讲，有一派是认为我的试题不可以猜在人身上。对不对？那一派就绝对不用三餐，哎，那有另外一派是觉得我试题可能会有一些学生看到试题之后，他可能会透过某些关键去猜题啊，对不对？所以有些题目真的可以猜啊，那有些人就说，那我题目应该要放三餐在上面，这样，好，这个就比较有派别上的差异，哎，那你没有发现其实 IRD 不好推广？对，为什么古典设计理论你们老师都在用，对不对 ？IRT 很难用，对不对？很难用，对不对？因为，哎，很难懂，对不对？不是每个老师都很容易接受。不是很容易接受，你拿到资料最简单的就是拿一餐嘛，对不对？你那个 ten 有没有？你什么都不加，它就一定跑单餐，对不对？那、啊、所以不会的就是拿来就把它丢进去就跑。那跑出来数字就是单餐出来的费用。好，那我们再继续哦。哎，8:45，来得及，来得及。好，这可以关了吗？可以了吗？可以了哈、哦。好，我作业还是会出来，哦，因为作业它有一点点差，哦。我想要知道你们会不会用。好，最后这个呢？画这个图呢，要再画一次呢，还是不用画了？你们就拿上次的再抠一抠就可以画了，对不对？可以吗？好，我们就先不要先跳过去，好不好？我们先讲三餐的，好。好，那三餐的怎么办呢？来，三餐的 ten 怎么用呢？其实 ten 也是喜欢用二餐而已，嗯，好。3TL 来三餐，好，三餐它有提供给我们，你看三餐跟二餐一样哦。首先第一个，我要先跑我的 model， 对不对？我要把我试题参数估出来，可以吗？好，那试题参数估出来现在是 M3 了，所以来我这个地方就打 M3， 然后呢一样是 ten 点，来一样是 mml， 刚才是用二餐，对不对？现在要用什么 3TL， 就这样，三餐可以吗？然后一样把 D1 放进去，好，这时候我run这一行，run完之后他就帮我估计了，估计的时间会久一点哦。你看三餐有没有估很久，对不对？
哎，来，你们先试一下好不好？我等他一下哈、哦。来，就是这一行，就这么简单哈。哦二餐就是二 PL， 三餐就三 PL 哈、哦，很可惜哈、哦，它的三餐不能画图、哦、所以我没办法画那个曲线图给你看，哦，可以吗？很简单嘛，哈、哦，我都尽量一直洗脑，很简单的、啊。真的吗？我都想办法告诉他，你们觉得他很简单，这到底是什么、啊？错误，他要叫我重开了。好，这有三餐吗？有，等我一下，我重乱一次哦。你们的应该没问题。好，那我跑完了之后呢，哎，一模一样哦，你看我们刚才有 N2 对不对，现在多了一个 N3 而已嘛，对不对，就插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N2 跟 N3 我们现在一模一样， N2 你要看什么，看它的 item 就前置号 item 对不对，这就是 N2 的 item， 你要看 N3 怎么办，就 N3 前置号 item 对不对，是都一模一样 enter， 好，只是这时候呢我们的 item 好像长了一点哦，好像长了一点，本来只有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 B 对不对，可以吗，现在多了一个 G， 有没有看到，有、啊、G 都是零啊，很机车对不 对、啊、G 都是零，啊你看这个 B 跟这个 B 长得一样，这个什么 difficulty 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嗯、哎啊这个呢，这 1.04 这个最后一个 0.6 差不多啦、哦、估计有点不一样，A 有差一点点对不对， B 有差一点点，好，那应该是估计上的误差啦，就起始值估计上的误差，但是你看这个都是零对不对，啊都是零，这叫三餐哦， Guess 全部都是零对不对，刚刚随便看一底，刚刚看来零，可是零就好了，15就应该不是对吧，好，刚才我都是零，所以他不是只有写这样，再加一行好不好，他要告诉人家说他哪几个试题要 guess 三杯嘛，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先把所有的试题都用 guess 给他，我们每一个试题都要 guess 好不好，好，来这怎么做呢，这个比较难一点、啊、所以要花一点时间讲，首先呢我们要多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是告诉他说哪几个试题要 guess 好不好，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总共我们有15题对不对，好，我们就看这15题我们都要 guess 可以吗，好，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给他一个叫 guess item， 好， guess 给他一个新的参数叫 guess item， 好，我15题都要 guess， 好，所以呢我就给他15个一，第一个一就代表第一个位第一题，第二个一就代表第二题，第三个一就代表第三题，这样可以吗，好，所以15个一好不好，好，诶不能用15个一，15个一就代表15题都是同一个 guess， 好，它可以设定如果你15个一就是15题都同，我们等一下再看那个好了，我们现在告诉他15题都要 guess， 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我想一下要怎么写比较好，一到十五，有时候我两个会搞混，我看一下这可不可以用哈、哦，我两个会搞混掉，哎，可以哈、哦，好，我先给一个 guess， 这个 guess item 是一到十五题我都要，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可以吗？
所以我先给他这样子 rate 好，一到十五，来一到十五是什么意思？它会帮我产生什么？产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可以吗？那如果你要三到四嘞，你就打三冒号四，这样就三到四，可以吗？你如果要到十五到两百一，那就打两百一十，这样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好，你如果一到三，你就按一冒号三，就打一到三，这样。跳着 ，Metaverse 是可以跳着，这里我看一下哈。不行，好，不可以，好，哎，它这里只能一二三，哎，你如果跳着用别的方法，哎，好吧，好 ，Metaverse 只要 Metaverse 比较简单啦、啊、，Metaverse 比较熟，一二五就是一三五，这样可以吗？好，来先这个好，好，那这个进来之后呢，我现在这十五题都要 guess， 所以我在这里要加一个指令，好，这里有一个叫 east 点 guess， 好，这里就要告诉他说我的 guest item 这些好是这些，这样可以吗？好，一到十五题都要，好，一到十五题都要，好，这时候我 run， 把这两个选起来 run。诶，它升了吗？前两天不还没升，还在走路。还在走路？你看哦，你如果加了 guess 就会跑比较久，对不对？好，这真的久了哦。好。那跑完了之后呢，这时候我要看什么 N3 前置号，然后里面的 item 对不对？诶，这时候把它放大来看看，你看到 guess 就跑出来对不对？你看有的很接近0对不对？第一个很接近0，第二个更接近0了，有没有？使得负11次方，第三个使得负10次方，可以吗？这个的意思，来我解释一下哦。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 1.021282 乘以10的负二次方，可以吗？可以吗？很小对不对？很接近0对不对？好，那这个呢，这就比较大一点对不对？这个是多少？2.148648乘以10的负一次方，对不对？还是不懂什么叫乘以10的负一次方，对不对？有没有人不懂的？有嘛，对不对？哎，来，那怎么办呢？来，你看哦，所以我先把这个叫出来给 guess 叫出来给大家看，好不好？它就是 N3 前置号 item， 对不对？然后再前置号什么 guess 有没有？按 enter 它就出来，对不对？这个纸很难懂，对不对？好，我给他打一个 round。好，我告诉他说我要小数点三位就好了，按 enter。这样是比较好懂。好，第一个对不对？第一个0.01，第二个很接近0，对不对？第三个很接近0，第四个0.215，对不对？0.029、0.008、0.081，有没有？这些都很接近0，对不对？0.228，啊，这个也很接近0，对不对？0.378，可以吗？所以呢，这边又教你一个新的指令了，这样会不会太多？会哦。啊，因为你们要看嘛。好 ，round， 然后括号起来，后面写三是什么？三位数。小数点三位数。啊，你如果要四位数，就这里写4。好，那我们平常要5，要两位数就写2，这样可以吗？好。来，这几个你试试看。哎，我们应该先试上面，对不对？这样可以吗？这样看得到全部吗？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告诉他说，我哪几个 item 需要用 guess。好，我现在1到15都要，这个1到15。好，好，那我现在呢，把什么？把我的什么
Pan 去跑的时候，后面要告诉他说 ，is 要估计的 estimation， 好吧 ，est 是 estimation 的意思，要估计 guess 的 item 有哪些，好，你告诉我。好，这一个地方是告诉你说，你要估计的 estimation， est 是 estimation， 好，估计的，好 ，est， 然后 guess 的，就是要估计 guess 的 item 有哪些，哦，我全部都要，可以吗？好，全部都要。哎，这样反过来讲，你也可以有些要，有些不要，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可以。你们先乱这一条，看可不可以乱出来，好不好？那我们下礼拜再给作业好了。好，然后再给你两个礼拜写，对。谢谢。好，这几行指令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好不好？回去呢，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试试看哦。我现在一二三四五到十五都是不一样的数字，对不对？你如果把前三题都改成一，然后后面才改不一样的数字，就变成一一一，然后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十五，那考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去看一下，好、哦。是什么题？前三题吗？来。好，我把这个讲完了。你看哦，我们现在这个十五个估计的值出来，是不是都长得不一样，对不对？对。好、哦。那这十五个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里是一到十五 ，guess 的 item 是一到十五，可以吗？好，但是如果我 guess 的 item 是这样，你看，我让你看一下，这是 guess 的 item， 是一二三四五都不一样，对不对？好，现在如果我把 guess 的 item 里面的第二个位置，我把它改成一。那这样你看哦，一跟二是就一样，对不对？有看到了吗？那如果我把第三个位置也改成一，好，那这时候是什么？一二三四就一样。好，我把第四个位置也改成一，这样一二三四是不是都长得一样？可以吗？可以哦。好，这时候我再重新再run这一条。这是限制条件的意思，它会把一二三四那四题的 guessing 把它设成一样，在跑的过程当中，它会强迫它长一样。好，我们等它跑完。其实这个 iteration 的次数也还可以再增加了，好。好，等它一下哦。没办法，这要跑久一点。好，跑完了，对不对？跑完了，我们现在是什么 ？N3 前置号有没有？我们要看 item， 对不对？看 item 里面的什么 ？Guess， 对不对？好，你看第一个、第二个、跟第三个、跟第四个，是不是长一样？对。没有发现，好，都长一样，对不对？好。所以呢，它如果你那个数字都是一样的时候，那几个就会长一样，这样可以吗？好，那你如果不要用它呢，那几个不要 guess 呢？来猜一看，如果不要 guess 要怎么办？那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哦，我现在把一到四都设成零。好，这是我的 guess number of guess， 你看一到四都设成零了，对不对？好，这时候我再run这一条。
等他一下，你们一边收吧，好不好？你如果已经做完，就一边收。啊？哎，下礼拜再收一次。我看你们很有兴趣，都不想走哎、欸。我看你们一直很兴趣，都不想走啊。只有那个坐在角落那个在收。好了，你们一边收，这下礼拜再讲一次。下礼拜三餐呢，我们再讲一次啦，好不好？那你们来的时候记得要把 ten 再载进来哦，哈 ，library 要用好，来，再看一次，你看一二三四就会很接近什么，很接近零，对不对？可以吗？好、哦，其实后面也都很接近零的啦，只是说如果你那个设成零，它就会把它讲几乎不用它，这样可以吗？好、哦。好，今天就上到这里吧，只是多讲个两行而已。好，我要关掉了，可以吗？